大家好，我是SNH48 Team Match 2的费景元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袁一琪的拉票公演，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，首先我要在这里向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所有人道歉，对不起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跟大家讲，我已经就是经过从就是事情发生到现在，我已经 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反省，然后我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我不应该就是模糊粉丝和朋友之间的关系，然后还是在这里非常抱歉，对不起。接下来我也会接受公司对我的惩罚和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大家对我的 批评和否定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大家对我的看法会是什么样的呢？现在是嘲讽呢，怨恨、生气，觉得我不争气，还是在看戏，但其实我想那么多都没有用，因为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做错了，然后 我也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错误，所以在这里还是很感谢公司和现在还在支持我的大家，让我有机会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公演。接下来的每一场公演，我也会认真地跳好。从今天开始，要比过去更加加倍的努力。 今天我没有哭，不代表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只是我觉得如果我哭了的话，也并不能抹灭我的错误，反而我是需要更加坚定的、更加努力下去，然后重新起航。谢谢大家。